无钓真啊的，迄红的去冲到自然乌的啦。所以这个花纹是安尼形成的安尼啦，所以红的是钓真啊的。一条一条乌色的条纹，伫规块红砖顶面显得相当的显目。但是闽南的工匠却可以利用红砖本身的这种特殊的胎记纹理，按照一定的美学规律来贴墙体。远远看是红砖堆起来所建的清水的墙面，你近看只有条纹构成的特别的图案，就亲像婴儿的马，而且更加复杂的规则的图案，也引起真侪人的好奇。片的图案都是只吉祥寓意的图案。哦，比如说经常用的，也阁有像一个一搭一个所在，哦，伊这个就是叫做万里不断条的这种花纹，将伊当作是一种长寿吉祥的象征。墙面贴起来这些精致的图案，也承载着真侪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期待。伫伫正式烧窑之前，陈宗客也着要举行一个小小的仪式。土地公哦，今仔日九月初三吼，开始开好烧好药，好人来拜拜吼，工人平安顺利，出入又平安顺利。对大药烧起，我见你从那香云寺化药，我是烧种茶，烧种茶起来烧起来实地那清安安尼呢。其他梅啊，什么烧起来实地有无种种效果安尼呢？后者核桃哦，恁兄就要办了，你要小心紧，话要水温百无二整啊会破。买买的茶去收集一礼拜了，伫咧出荒口无必然摆出来，也意味着红砖的水分已经是蒸发了咯，可以着手来烘窑咯。你所来去就搁较小滴来添茶去，控制窑内面的温度，保持大家上升50度的出现。相当长伫个繁重的烧制过程，一度予陈金辉想要放弃。用天然气烧制过程，唔啦方便快捷，而且产品未存在色差。那为什么阿杰要坚持用土窑来烧制这种老办法啊？